大家好，欢迎来到 Queen Ethelburgas 学院。我很荣幸为大家介绍我们美丽的学校。我校良好的设备和我们高质量的教学品质和周到的生活照顾，可以全方面的帮助我们学校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以我的天赋和天才，我可以做到最好。我希望您可以通过这样简单的生活学习介绍中，了解到这里充满了温暖和友情。大家好，欢迎来到 Queen Ethelburgas 学院。我很荣幸为大家介绍我们美丽的学院。我校良好的设备和我们高质量的学习品质和周到的生活照顾，可以全方面的帮助我们学生达到一个目的。以我们的天赋和才能，我可以做到最好。我希望您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生活学习介绍中的了解到我们充满了温暖和友情的气氛。新的住宿设备包括了良好的家具和设施，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无比的快乐和团结的气氛。这里也为住校生提供了设备完全的医疗措施。学校的交通十分便利，离伦敦只有1小时50分钟的火车路程，而且与主要的公路和机场都十分接近。学校还拥有自己的校车队，这是针对于本地学生和体育事项的，并且利用校车开展教学和 Edinburgh 的旅行。Queen Ethelburgas 学院有自己的学前班，这里为学校提早学习深一层的知识而开设的。Good morning, Frau Potter. Danke gut, und du? Danke gut. That people who don't. 在托儿所部门巧妙地安排了许多有序的活动，使年龄小的孩子得到智力发展、玩耍和具有教学意义的游戏。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也为这些孩子进入高年级的学习打好了扎实的基础。在花园的自由散步可以培养孩子对大自然的兴趣。从 Carry Bear 野餐中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在学前班，5岁的孩子将会学习有关民族的课程，教学也会从孩子的读写能力和多样感官能力开始。在这里，我们还提供电脑和科学实验室。音乐课程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而且每个年级的学生都可以从中享受到不同的利益。周末的活动十分丰富，有足球、橄榄球和板球。骑马运动也是对学生开放的。在游泳活动中，年纪大的学生可以教孩子从中得到信心，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游泳技术。学前班的孩子在11岁的时候将会升级，和来自于其他学校的学生在学院中一起学习。在中学里，友好的环境是每个学生都可以发展出最大的潜力。对于外国学生，我们在学生的时间表中附加了英语课程，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将会对外国学生进行英语培训。我们也鼓励学生善于利用图书馆。正规的课堂介绍，
实验和一些设计功课是使教学成功的因素。所有的中学部门都会学习到一系列实用的外语，而且外国学生将会在考试中有一门自己国家语言的测试。北约课和中心领域的西约旅行是对地理教学的附加课程，而且这也是基于我校的地理位置的优势。不同教学地点有科学实验室、电脑房和家政课室。在我们的科学实验室里，实验器具十分完善，所以学生们可以完成他们所有的实验课程。我们的电脑房提供速度最快的奔腾处理器、网络、便利的电子邮件、商务、教学软件和电脑帮助程序。在音乐部门，我们有资深的音乐老师和独立的音乐训练教室，并且有丰富多彩的音乐器课和唱诗班，所以这些在正式的场合上都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学校的位置和平静的北约克地理风貌对学习美术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素材。定期的伦敦画廊的旅行和当地艺术展览都会帮助学习美术的同学提高对绘画的理解和知识。学校还设有一些传统的科目，像表演艺术。附加的表演课程包含了公开演讲和艺术节。Queen Ethelburgas 学院有一支很强的体育队伍，我们进行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网球教学在每年夏天和冬天都会有特殊训练，其他的运动有划船、自卫训练、芭蕾、救生和 Edinburgh 的野外活动。骑马中心，我们有特殊的训练，学生可以带他们自己的马匹，也可以运用学校的马匹。学校还参加很多正规的骑术表演，高中部十分注重正规事业选择课程。因为前途对每个成熟学生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之一，所以我们每个学生都会在每个星期的学校资料馆里接受老师的讲解和评析。在如今的社会竞争中，高层次的目标、坦然自若的特性和信任是十分不可忽视的。我们鼓励每个同学有信心、严谨，而且着装讲究，这是为了他们将来打好的良好基础。希望大家可以来参观我校，并提出您宝贵的意见。